首先为大家来介绍来自中央部会代表经济部水利署赖建信赖署长，跟我们大家挥挥手，再次欢迎。对，这个水利署哦，非常支持我们这档展览。展览一开的隔天，立刻就有水利署的同仁从外地来到台南市美术馆来参观哦。好，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的林玄忠林科长，欢迎。好，再来是台南生活美学馆黄秋明黄馆长，欢迎。好了，再来就是我们戴郎郎哦，来自于台南市政府，我们的叶泽山叶副市长，跟大家挥挥手。善善善哦，文化局谢世渊谢局长。好，接下来来自于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林乔斌林处长，处长好。好，再来是我们台南市美术馆的副馆长黄华元黄副馆长。好，接下来自于台南市政府都发局严永坤严副局长，副局长好。好，再来是台南市立博物馆王世宏王馆长，哇，今天瞻前顾后在我左手边啊，欢迎。好，接下来同样为大家来介绍哦，我们非常熟悉的立法委员林俊宪委员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各位花虾跟茉莉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代表都来到现场，还有包含前面我们有沈振东议员，议员好。好，接下来是蔡宗豪蔡议员代表，欢迎。再来是市议员林美燕林议员，议员代表欢迎。好，接下来是尹爱达利议员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在家府中西区的里长李刘北阿妈来啊，欢迎欢迎啊、哦！区长更正，抱歉更正，中西区的区长。好，接下来同样为大家来介绍周家伟议员的代表来到我们现场，欢迎。好，再来是市议员曾之杰议员代表，欢迎。好，再来是市议员施于兴旺议员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好，同样持续为大家来介绍林俊宪委员的特助来到我们的现场啊、哦，欢迎欢迎。好，再来是我们的西河里的里长廖声音廖里长。好，再来是蔡宗豪议员的黄助理来到我们现场，周家伟议员林特助都跟大家挥挥手啊，林美燕议员的特助都来到我们现场。还有各位非常重要的，对这场展览非常关心，来自我们台南市议会的议长邱丽丽议长的秘书陈秘书来到现场，欢迎。好，再来是市议员陈怡珍、立法委员陈廷飞的特助李特助也来到我们现场，再来是黄立昭议员。好 ，OK， 没问题，都欢迎大家。好，那各位，我想，我们陆续都还有名单会持续更新啊，大家不着急。等一下呢，我会邀请所有的民意代表到台前来一起拍张大合照，到时候都会逐一地为大家来补充唱名哦。好，李宗霖议员以及杨忠诚议员都来到我们现场 ，OK， 代表都来到我们现场 ，OK， 再次欢迎。好，接下来呢，为大家来介绍是来自于国立台南艺术大学的校长邱尚佳邱校长。好，接下来余祝清议员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好，接下来是我们台南市北区丽人国小的校长王全新，也是刚刚演出校歌的作词者哦，欢迎，才华洋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于嘉义市立美术馆的馆长陈嘉琪陈馆长。好，再来是财团法人台南企业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叶崇立叶执行长，欢迎。哇，台南四百啊，他们基金会也是非常支持的。好，来各位，接下来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会念一连串的策展团队的名字，大家把那个能量集中一下，等我念到一个段落 cue 你们，你们就毛起来好好的鼓掌好吗？ OK， 准备好了，来各位，我们这次的总策展人龚卓君龚老师，连带所有的策展团队洪于成、杨志斌、沈昭良、严世华、陈冠章、江梅如、黄伯桥、沈玉荣、刘振宇，以及我们这次非常重要的展览顾问黄恩宇。 Ladies and gentlemen， 破香港之旅给我们辛苦的策展团队，也邀请所有策展人大家好不好 ？Captain， 我们团结所有的策展人，哎，他们非常辛苦哦，这场展览啊。好，接下来更长喽，艺术家，各位，这档展览非常精彩，一连串的艺术家。
我先喘口气哦，好紧张哦，来喝一口水。各位，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艺术家徐永旭、佟一白、拉黑子、达利夫、焦胜伟、蒋巴慧、王志成、高俊宏、蔡坤林、张惠生、Nigel Brown、陈伟轩、李新元、曹瑞光、林建志、罗文成、黄玉修、王文燕、余白、李立忠、李雅妍、林文强、林伯良、林轩朗、张景宏、陈彦成、陈进宝、曾敏雄、黄黄志、杨景煌、欧嘉诚、邓义俊、薛颖琪以及谢佩颖，请起立，给大家掌声鼓励鼓励。欢迎所有今天莅临到场的艺术家，他们都很客气哦，不太好意思。对对对，我想平常都在创作，今天终于有机会在台南市美术馆展出哦。啊，整个无法喘气哦，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好了，各位，我想再一次表达最诚挚的欢迎大家今天莅临哦。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邀请到我们这一次的总策展人龚卓君龚老师到台前来，为我们大家分享几句话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one and only 龚卓君龚。